新闻深深红红。七号深夜，国道追撞车祸，这么一撞酿成一死三伤。还有上个月18号，其一名大学好友南下参加同学婚宴，修旅车爆胎翻覆，六死一伤。这些可怕车祸全都发生在国道3号苗栗路段。小心，小心。警方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，苗栗路段一共发生12件死亡车祸，17人死亡。最近3个月比例占最高，死亡人数高达10人，更是去年同期2倍，频率之高，连远景都毛毛的。最近的话，的确是比往年的话，同期比较的话，有发生比较多起，还有一些重大交通事故。今年农历春节，警局门口种下青松和梅树，松树代表轻松，梅树代表没事，希望轻轻松松一切没事，但疑似破功，远景怀疑是中间这一棵不知哪里冒出来的辣椒树坏了风水。交通事故的话，它本来就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不会说持一个肯定或否定的一个态度。远景说，辣椒树最近3个月才长出来，就冒在青松和梅树之间，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迷信。当然，车祸事故想必事出有因，不能完全归咎于辣椒树，但国道警方不敢大意，不排除。